因为今天也是菊丽如华的生日，4周年的生日。那今天很高兴大家都穿得美美的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把那个蛋糕签一下，那工作人员会把这些东西排整齐，我们就可以自由活动了。那祝福今天我们有一个美妙的夜晚，快乐的夜晚，谢谢，还有。 小心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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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
成功，高兴开心。